努力在说标准普通话的宝姐嫂，今天呢，我请了几个好朋友来一起玩一个家庭大游戏。我要出来的游戏规则啊，准备了两个黑箱子，然后这箱子呢，我们里面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找了朋友收集了全世界最恐怖的东西，再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同时呢，我们在箱子里面放了很多那种玻璃珠，最终目的呢就是要用手摸出来到底有几颗玻璃珠和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猜的最不准的那个人呢，就要接受我们的终极惩罚。来吧，来吧。OK， 那我们谁第一个先来摸？破。我不可以。哎，我真的害怕。来吧，我听一下，手往里伸，天哪，掌声鼓励一下吧。哎，他不会跳起来咬我吧？哎，我真的害怕，好臭，海鲜的味道。我也闻到了。你不要在表面试探呀，你进去啊，敢进去？他没有这么高的，他在底下，你这还差很远呢。我怕他跳起来咬我。哎呀，我就真的不行，我就克服不了自己这一关。哎呀，我不敢，我真的不敢，那一下进去我都不行。再掌声鼓励好不好？别不要，真的怕呀。别怕别怕啊，哎，没事。别挨我，别挨我。确定不咬人吗？我哪知道，我也不知道里面是啥。真的考虑到一些问题，那就让我们男生先开始好不好？来，不是男生，我俩猜拳，我是先赢了，肯定是。我先来，男士优先，好吧。我还没碰到东西啊。哎别搞，很恐怖的，硬的。你别搞我，哎。有软的，我摸到软的东西了。哎，咬我，会咬的。我真的不敢。那个声音，我估计是个螃蟹之类的。我也估计是的。是我看到很长的尾巴耶。是蛤蟆吗？我那个叮叮当当的声音，真的，我真的做不了这个。但我还没摸到弹珠，有弹珠吗？数个屁呀，我都不数了，我直接接受惩罚。就一颗吧，行了。不要在这一惊一乍，我跟你说。不是，我。吓到他了吗？刚刚肯定是你手敲了柜子，但是之后他回应你了，你听到了吗？那个东西回应你。等一下他要从这里钻出来怎么办？那跑啊！我碰到底了，碰到底了，碰到哪里都是滑溜溜的。嗯，猪皮，怎么又是猪皮啊？哦，我懂了。他碰到我了，我怕。我已经吓到不想再被吓。这个是一个塑料的，打怪。我不想摸，这太吓人了，这个东西，像那个小螃蟹的那个脚就那么大，有一堆，而且我觉得。OK， 到下一个，来吧。别看，你就摸吧。我怎么出现幻听了？我感觉他已经在动了。帮我一下吧，怎么办啊？我那个生理控制，我不敢伸在。我给你抱着你。我们要给掌声鼓励一下啊！我帮你，我把手帮你，我们一起。我不能一起，我没法一起。情同姐妹。你把我的手松下去是什么意思呢，姐？我现在感觉我赶了，已经我两个手卡在这里了，然后他才会跳起来咬。哇！实在不行咱就算了，吃个黑蒜，好吧？好，我吃黑蒜，里面有蛇，有螃蟹。我猜的是蛇、螃蟹和章鱼。加一，我也是一样。还有那个贝壳、石头、寄居蟹，猜一个，再猜一个，水蛇，一颗珠子。我猜六颗。你都摸都没摸，你猜个屁！你说几颗？三颗，我两颗，我五颗，我蒜，神蒜，我六颗，五颗，开吧。全是假的呀！我知道了，是那种这个小青蛙会跳，四颗，哎，终极 OK 获胜。第二个箱子，我猜这个从来没输过，真的，来吧，石头剪刀布，对吧？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每次都能输？那再试一下四个人的，我不相信你这一把还能赢。谢
心理分析大师，神算玄学。行，那我们三个来。郭颖，看你的吧，来吧。你也太夸张了！不是，这东西随便摸啊，就是一点都在怕的。有有水啊、哦，水有水有水。一点都在怕的，戳了他一下，他回弹了。你是胆子最大的吧？你是别这么吓人。我换一个，我就喜欢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我刚才摸的是滑的，我这次摸到的是毛。毛啊！就是上面有那种绒毛样的。他可能刚刚给你摸的是他肚皮，然后他现在背过来。那是什么生物啊？绿毛龟。哎呦，还是哎呦，不行不行，它是那种条形的，然后有带毛的，它动了。哎呦，哎，不行不行不行，不我不摸，两颗，拆两颗，你来吧。刚才那个拆圈好像没什么意义。里面有点暖，这么圆，这么长，这么滑，圆长滑还长毛，什么东西啊？会动了，会动，真的会动，我不是开玩笑。我觉得他表情是真的，这表情装不出来。哎，它粘在我手上，我的乖乖。不是章鱼，不是章鱼，不是这样的。我现在还没碰到水底，如果我这次不是拍挑战的话，我很有可能会认为我现在摸的是头发。啊。他们可能搞个假发放在某个搓的东西上面，让我们误以为它是一个自带毛发的东西。我觉得不是那种质感，它是那种软的。哎呀，我鸡皮疙瘩又起来了。猪肠啊，猪肠！两个，加油！我给掌声鼓励，掌声鼓励一下。咬人吗？舔了我一下，差一点。他来迎接我，他迎接我的。是炸的。我真的特别怕咬人的，我怕我待会儿手拿出来是血。我一扫就手指。啥呀？到底是？哎呦，真的，这一下手下不去了，真的很恐惧。啊、能找到弹珠吗？找到一颗就算你赢了。动的话，如果它会动的话，会更加可怕。活力没那么强了，可能。三颗，我觉得，听那个声音。来吧，感觉不用花。怎么慢动作吗？这是几倍速啊？现在0.5倍速。我刚刚摸到了一坨像魔芋一样的东东。他动作比较大一点。他已经没什么活力了。但是他是个东西啊，他是个半死不活了已经。什么？我已经摸到是什么了，我就不继续往上摸了。拆几颗吧。四颗，然后里面是一坨魔芋，就是摸起来手感贼像魔芋。你猜是什么？假发。假发。嗯。哎，好像是这么个大。你猜是什么？假发加一条黄鳝，带有一根那个毛茸茸的，我不知道是啥。然后珠子两颗，你几颗？三颗。他说四颗。OK， 那我开吧。开吧。这个东西长得有点吓人。妈的头，还是身上还是？啊，恐怖！这个真的太吓人了。所以说，我赢了。又是我。我吐了。我看到了。太恶心了。我听见了远方有。太恶心了，眼泪水都流出来了。嗯，东尼 OK， 你怎么能吃得下去的？啊，这怎么能吃下去的？我也说。